我就这样子。那个体验课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哦，体验课的感觉哦，跟以往的太极人有点不太一样。哎，啊，以前的太极人还是会用到一些的肌肉的走向、肌肉的化解、物理原理。啊，这一个就现在还在学习。所以颠覆以往的逻辑概念就 对没错，真的是颠覆以往的概念。那所以算好玩吗？还不错，还不错。哎，应该。如果学起来的话，应用的还蛮广，啊，也比较蛮大的，蛮不错的。OK， 谢谢你的参加，谢谢。下一次想要再来吗？想哦，还蛮好玩的，这个跟以前学的脑袋兜不上了，兜不上了，兜不上了。下次有机会可以大家再来玩。都是不一样的体验。今天体悟出来啊。跟我平常练习的那个晨间醉酒松腰落滑，它的点有不同。那我之前所练习的是那个涌泉领进，好，涌泉领进。但是跟李老师学的现在是一直领进，所以说对我个人来讲，我需要再做一个进阶的转化，就是我要去适应一直领进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在今天这堂课里面很高兴可以跟李老师好学我目前所学不一样的东西。好，谢谢你。好，今天的体验课玩得开心吗？开心。